都是啊，飞青安尼啦，哇，不少呢，哈哈哈！哎，观众朋友啊，人生上快乐的是什么？啊？提红包啦啊，唔对唔对唔对，人生上快乐其实是分红包。你讲无啦，提红包啦，安、啊、尼你的人生观错哦。来，亲爱朋友，楼有两种，一种叫做提红包的楼，一种叫做分红包的楼，你要做多少种？ 你认真想，你要做到几？你讲我当然要做提红包的楼啊！你可怜，为什么？你做提红包的楼代表什么？代表你傻，对不？代表你没钱嘛？单人提红包给你嘛？那我吼，我要做分红包的楼，就是讲，诶、欸，我感觉我分红包给人？吼、喔，内底拢几千的分人，这不知好欢喜，对不？一包包一万包給人，代表啥？代表本大爷真好个，哈、啊！代表讲我少年的时候。 欠袂少，吼、哦！啊，人家现实咯、哦，人足现实诶哦。你若有钱诶佬吼，吼、哦，足济亲戚朋友啦吼，啊啊，且囡仔啦吼，拢足爱照顾你。哦，当然啦，即是足悲情诶啦，即足现实诶啦吼、哦。但是咱卖讲到遮尔啊歹看诶场面啦，咱敢那讲，因为你若有钱诶佬吼，至少你袂互别人加添麻烦。咱若有钱诶佬，至少咱老孙咱袂常常讲到钱，吼、哦，咱袂常常较暗示讲。 啊，没钱足艰苦的啦！啊，做人哦，都、就是爱有钱啦。你这少年哪会记得啦？趁少年哦，加欠我钱，然后才袂像我这艰苦啦。上袂看你，谁哪要跟你做伙？因为你见工你都是咧按时讲你无钱，你都是按时讲啊。啊,啊有人包你讲，哎哟，说谢他都唔免啊！你啊，钱我吃这济回啊，我都袂用到钱啊，唔免啊，唔免哦，无需要啦，歹势咧贪财咧，怎跌落？ 即种用直接的方式、间接的方式，用各样智慧在讲讨钱的老求求、這个老人，啥物人要就近伊？即、這个老人干会做好斗阵诶？即个老人当然干会真好，无可能，绝对无可能哦。所以咱人若食老，我咧讲上好是有钱个老，毋免讲好㗋，我无讲好㗋，我是讲至少有钱，咱毋免靠别人，有钱有尊严个老。 啊，所以老爱准备，老一定爱准备。你也开始来认真来想，等甲你食老诶时阵，你诶经济敢无都独立？等甲你食老诶时阵，你是毋是一世人烦恼钱，烦恼甲老七十岁啊，一个人烦恼钱，我感觉你足无值得诶咧，足唔得的啦。哦，咱看到即个社会上，有一寡使人感动诶故事都、就是。 伊竟然家己经济毋是讲介好，但是伊抑阁欠钱，然后即个钱摕出来捐，有无？有啊！咱台湾社会著是遮尔遐可爱啊，对无？哦，这卖菜诶，也、啊、毋是讲厝咧起大楼啊啦，也、啊、毋是讲咧做营造业诶啦，敢若卖菜诶，的呢？对无？啊，卖菜卖甲会当去美国，哦，甲美国总统见一面咧，吼、哦，啊，未歹咧，对无？那甲表扬啦，讲哦，即。 这种人的精神，值得大家来佩服。那叫做有钱的老。所以我咧讲，有钱不是讲，不一定讲恁只家财万贯啊，唔是，而是讲你家己的心态。你袂因为感觉讲，咱食这社会啊，咱拢等咧手伸出来，等咧讲透安尼，唔对，这个态度你要改变。上好咱人吃甲老孙，咱那个红包摕嚟讲，我摕来分。我要讲这个这个社会有需要，我摕来管。这种的老唔只是有尊严的老，这种的老，我那受着了，你唔只有五万。 我老到咁程度，我仲係咩老？所以我我真係覺得好，我想啲我係靠己有部工房，阿啊，唔係老了，直接死咗了。哦，嗱，老就是講，咱虽然食得老，但是咱亦都會當嚟睇下本人。啊，一个就是講，我亦都有工作的能力。啊，第二个就是講，誒，我钱财管理得真好勢。哦，我理财理得真好勢。哦，啊，第三當然就是講，我嘅孙真友好，大家攞会提钱俾我开，俾我無烦無攞。 啊，当然这是可遇不可求啦，因为就算有我子孙优秀，但是落地也无钱，无卡抓。啊，你们讲钱无好，我都是无优秀，咱袂当安尼讲。我家里实在是真优秀，但是即满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吼，实在是真重，所以伊毋是无爱退出来，伊是无法度通退出来吼、哦。所以这一切讲起来的时候，其实应该是对咱整个的社会，爱对咱的囡仔，青年时期，咱都爱教育咱的囡仔，免他管理钱财，免他管理钱财。 所以你若像即马一款少年囡仔，不但家己无欠，还搁咧欠哦，差音差字音差足济呢。吼、哦，今日台语教学吼，来大家对我讲吼，咱毋通无欠搁倒欠吼，欠著、哦就是有钱通存叫做储蓄、哦，叫做欠欠钱吼欠钱叫做欠债，差足济呢。所以即马少年囡仔吼，敢若有欠呀？啊，未晓欠啦，安尼著足死惨啊！ 咱顶一代呢，就是咱真够欠较早用竹筒仔有无？破一孔，迄一、两箍慢慢慢慢安尼轻轻轻轻轻，迄音格啊，轻轻較,较好起来。吼、哦，对音格啊，轻轻变大了。所以，即是咱过去诶故事。所以，因为种故事，所以咱看到即个社会，也有足侪足侪经济能力袂歹诶老人。但是将来，咱毋敢讲，将来老人是毋是每一个人经济能力拢正好，我足怀疑。 因为住少年欠钱欠家老，哦，一个七老八老还过来中钱，还过来烦恼，即是啊，这种老让人想到吼，足悲情的啦，哦，啊，这款的老呢是无健康的老啦，哦、身体也无健康，心灵也无健康，因为金钱是真现实，所以，亲爱朋友，你若唔望将来，你过一个有钱的老，咱莫讲好妖，讲有钱有够所会通用，你要做几件代志，就是。 你要家己先算看，你差不多一个月你要多少钱，你爱开偌侪钱？所每一个人家己爱来暗算一下。啊，这当然关系到讲你有厝啊无厝。比如讲，你家己有厝，啊，你若家己有厝的时候，你就免租厝，啊，你就省一条这个开销。甚至讲我有厝，我囝可能无搞大社会，因为囝可能咧无用嘛吼。我当出租，那、啊、我帮当租人，吼。啊，租人嘅时阵哦， 较紧诶啦吼，敬一个啊袂歹诶，即个人客吼，诶、欸，咱去兼做伴，袂歹。阮教诶一个老人，着是安尼，伊租一个小姐，租一个仔囡仔，诶、欸，仔囡仔足乖诶，足乖。所以，阮教诶即个老人讲，哦，足好诶、欸、呢。我厝租人有钱通趁，佮佮敢若亲像隔日一个仔囡仔背在身躯边，伊家己诶查某囝蹛下港，无蹛台北。但是伊讲，那这厝租人吼，诶、欸，佮增加另外一个敢若像,像客仔囡仔呢？ 啊，即著是你爱交警啦。若见到好诶，即个房客吼、哦，跟你大做伙吼，哇，真正足幸福诶。加一个人互相照顾，啊，当然，咱嘛照顾伊。像我讲，我教下迄迄老老岁仔人吼，迄老阿嬷，哦，那八十几岁啊吼，有时嘛是家己煮，啊，叫电话讲叫伊倒来食。另外一种家庭啦，吼、哦、毋是咱亲生诶啦，但是大家大做伙迄嘛是一个家庭。所以你看，讲老人吼、哦，你有家己诶厝，你会解决足大诶问题。 啊！万一你若无家己诶厝，你要租厝，安尼你著要家己量看，你诶钱有够啊无啊？吼、哦、所以讲人尽量来当买一间厝是袂歹，即特别有影。但是毋通变做压力，啊，你无迄个经济硬要买生活品质规个变落去，自己干唔干么咧？装钱，吼、哦、啊，著要贷款咧立未起，迄著变做讲好意啦，动机是好啦，但是过程吼、哦、压力伤大去啊，过程吼伤艰苦去啊，哦，所以这也是无可能所以咱家己一扎。 咱毋是少年啊！哦，啊你讲些呐，有诶老人好嘢，有位有诶老人塞，即、這个故事要讲得伤长啊啦！吼、哦，因为这牵涉到伊过去伊少年诶时阵，伊安怎理财啦？吼、哦。所以当然我也是要考肯。如果咱即麦约未来诶朋友啦，吼、哦，真正诶趁即麦一定爱有一个欠钱诶观念。吼、哦。若会当买厝有能力买厝，这是上开好。啊，若无能力买厝也毋免勉强，因为若无即个能力硬买买，你诶生活品质会变真差。 啊，无买厝至少你有欠钱，哦，你会当家己算嘛？因为咱吃甲老啊，咱毋是讲未来还过五十年无嘛，哦，咱若讲老人，伊即马来讲差不多七十岁，七十岁呢，才食甲九十岁，最少二十年。所以你若真真正正买厝买起买的时阵，你若讲租厝，你家己会当按算，因为咱租厝，咱若家己一个，啊，且阿公阿婆两个，咱毋免租较足大间诶嘛，哦，你当家己算。第二，你若既然食较老啊，吼，咱毋免多多钱。 好，咱毋免著住多期，因为多期较贵，啊，多期诶，生活品质嘛会较差，因为少年人拢足无闲诶。我建议你你，你会当为你诶老厝计划，你会当搬砖卡，搬较砖卡诶所在，厝租吼，加真俗，迄差足济足济哦，差少一倍哦。哦，你若讲大包，你要租一间仔厝，小可会大一点吼、喔，可能一个过即个万几箍走袂去啦。但是你若去较偏僻诶所在吼，诶、欸，讲不定你几千箍啊，就住了袂、喔、歹。所以，即种家己要有计划。 老一定要做计划，即、这个金钱的计划你也家己小可掠一个医生，看你差不多食食偌济，啊食简单啦，吼、哦，食食无济，像我咧讲我咧教诶迄个，迄、那个年长诶吼八十几岁阿嬷吼，伊一日便当食一工吼、哦，早顿、伊外暗顿、中昼顿、暗顿食一日便当咧，迄靠偌济钱，吼、哦，食毋是问题，但是另外一个比较较重要个来啊，医药费，哦医药费，咱人食老难免。 身体即个零件难免拢会故障，所以老三的建议就是，上好咱趁少年的时阵，咱要有医疗这个方面的好的一个保险。吼、哦，啊当然咱国家有健保啦，吼，但是有时阵难免有一块药啊，健保可能无甲你出，你都要家己出。这个时阵你也靠你的保险。好、哦，还是讲有一块手术可能健保伊无甲你出，你也家己出。毋通食家老为着这个钱，才当面咧撞，这压力换那会真大，吼、哦。 所以咱尽量咱若少年时有保险。啊，当然对即个年纪，咱就是阿公阿妈吼，咱都因为咱迄时代都无即个保险诶制度。啊，所以我即卖咧讲诶是咧，针对即卖中年人，针对即卖少年啊，你也赶紧去保险。保险，互你较老诶时阵未因为医药费，诚做你一个足大足大诶一个负担。吼、喔、啊，搁再来、就是讲，咱若食较老时阵除了咱些以外你也会记得抑个一个费用。我真建议，即个费用咱可能以以前吼，无即个观念。 但是你若生活品质比好，我建议吼，一个就是讲你的娱乐的费用，就是讲出国佚佗啦，啊，是讲咱伫本岛吼，行行、细细、看看嘞吼，迄、那个佚佗的费用，迄、那个你你袂当无按算，因为咱人食较老的时孙哦，你足需要去甲外界接触，喏，你甲外界接触的时阵，你的心才会开阔，所以你也算算嘞吼，诶、欸，咱老我那不利要开钱呢？我那不利要开钱吼，所以你也先想看卖，即个钱要对叨位来？ 你若较有厝吼，厝内费用著比较较少，可能你的退休金著会欠起来，会用个处理啊。但是你若无厝吼，你敢若租厝，可能要加一条正大条的费用。所以像这物件，我五万讲透过今仔日的节目，大家先来想看卖，毋好等个老时孙才来装钱啦。咱即马这个社会上，还阁真济老人在装钱呢，足济哦。所以要避免这个悲剧，对即马开始。 你哪讲想到三七的年皮的时候，咱就会开始来暗示你的老，你的怕什是什物？好，还有跟这个，看看了，要咱继续爱回答。五五级。 有尊严，无钱大家嫌、哦。这句话你爱记住。连国民外交都要用钱啊，什么物件免用钱？哦、所以节俭，钱这个问题要看重。圣经是足多啊，咱节俭咧讲钱哦。所以基督教绝对唔是一个贪财，基督教绝对唔是讲叫你钱看足重的一个信仰，绝对唔是。但是哦，圣经内面足清楚，甲咱教导，咱一定要做金钱诶。 好的關，关家钱也要关得好，钱一定爱管得好，因为钱若管无好，对你家己、对别人，拢是真沉重的一个负担。吼、哦，因为你若有钱的时阵吼，你家己的心情继续轻松诶。钱的问题，其实甲压力是直接无关系。人上的压力对对来差不多是对钱来的啦。吼、哦，你若钱无压力，其他的压力吼、哦、就好真侪啊。虽然是无讲真看重钱，但是咱必须爱知影变怎管钱。 咱知影变哪，好咱家己老诶时阵，咱诶生活品质著好，即个钱绝对有关系，绝对有关系。所以爱会记，你，趁咱即马开始，好，即马开始，为着你诶将来诶老，你也开始知影讲，我要安怎处理我诶金钱。好，金钱基本上即拢毋是一暝一日就会解决诶问题。有真侪朋友呢，做大犯一个错误吼，著、就是。 伊为着要有钱，讲啊对，我听老三傅讲，钱正重要安尼吼，咱、喔、来装钱，安怎装诶？伊做即个风险真悬诶投资，即个危险，即真正足危险，因为咱已经老啊，吼、喔，咱老啊了，万不利，咱诶钱有损失吼，投、喔、资总是有赚有了啊，投资无迄了毛赢，无毛输诶也无哦，所以你若个一个年纪。 你的退休金啊，要一大笔钱，若一日无去诶，时阵，压力足大呢。你莫讲总无去啦，都只要那损失一了百分之三十，你著叫毋敢啊。所以咱一定爱，食如老对钱爱如金心，你即句话你也千万来记哩。但是我毋是叫你做守财奴，钱拢莫开，毋是即个意思。而是讲你对金钱，你都爱未当是人小讲，即个就好谈，你都钱能够拢落去啊。哦、喔，迄万一钱若有去无转来吼，你你是要对退来？ 你毋是想少年阁趁得有呢？钱阁趁得有啊！即、這个话吼、喔，是只五六十岁以下讲嘅啦。若五六十岁以上啊，咱无啥资格讲即句话啊啦。讲钱阁趁得有，是啦，阁趁得有，但是你未趁啊。问题伫遮嘛，咱未趁啊嘛。啊，所以吼、喔，上好啦。吼、喔，咱若年纪愈大诶时阵吼，咱用钱是愈保守。所以我多接目，接目多我讲，你也家己小可算一下。吼、喔，你阿仔某两个，你若讲对七十岁甲超过九十岁。 咱有两万斤嘛？咱毋通无够嘛？你做二十年，我才开偌济钱。七十岁以后，我有收入无？我个收入要对对来。囡仔互我即条吼，我看囡仔若互你算红包啦，你毋要算收入啦。因为你诶囡仔伊诶经济，即摆全世界个经济拢真无稳定。伊答应要互你，伊毋是代表讲伊绝对有能力通互你。吼，凡是有个囡仔个无够来甲里照哦。吼、嗯哦。所以讲我诶囡仔互我，我感觉即条。 咱先买算好无？哦，政府会予你，即里是较保险。哦，讲政府会予我，啊是讲我退休金，安、哦、尼这些算失，啊是讲我有其他诶收入。什物叫做其其他诶收入？比如讲我有厝出租，即叫做其他诶收入。哦，比如讲我有投资某一间公司，啊，即间公司吼、哦，逐逐个月啊，是讲逐年吼、哦，伊会分奖金互我，我安尼会使。啊。是讲啊，我有做股票，但是做股票都爱风险。哦，即、這个爱爱讲一个爱小拼一个吼、哦。 你若做股票，你若讲我做少年时啊，我当然要一块股票买起来扛。啊，咱即嘛拢慢慢吼，伊诶股利、股息啦、配股啦吼，迄搭毋免阁再插啊，安尼是无要紧。所以要做股票时，爱对少年开始做咧，慢慢仔买，慢慢仔扛，吼、喔，慢慢仔做。吼、喔，你莫一个两讲退休金一两百万，一盖中号楼安尼，足危险，这真正足危险。伫中国大陆一个上较出名理财诶故事，应该讲。 是一个真出名的这个篮球选手，叫做姚明。吼、哦、伊去拍 NBA，啊，当然拍 NBA 赚足侪钱嘛吼、哦。但是伊做即个观念啊，伊就怎样讲？趁侪钱开嘛雄呢？有看着 NBA 足侪只个明星吼，吼、哦，伊趁足侪钱诶。但是咧开钱吼，因为趁钱伤简单啊啦。我拍一个球呢，钱就来啊。吼、哦，世间有介好个代志吼，拍一个球呢，家己也欢喜趣味。 啊，然后呢，拍输拍赢拢有钱呢，迄毋是咧博呢，迄个博讲拍赢有钱，拍输无钱。伊迄职业选手毋是诶，伊迄职业选手吼，规年诶中间差不拍半年，迄、那个半年拍赢拍输拢有钱通领啊，所以足侪即个球员就想、是，啊钱钱足好趁诶嘛。哦，咱著拍一日，拍一日球，薪水都几万啊，所以你开钱吼拢无计划。所以落尾你也看到真侪以前吼收入真悬诶选手，落尾吼经济能力吼。 换那无好，经济状况换那无好，因为太 𠰻 开太浪费去啊！那上出名是较早底特律活塞活塞队有一个叫做 Dennis Rodman 吼、哦、罗德曼，而、啊、且、这个、Rodman 后来去拍芝加哥公牛队，甲 Michael Jordan 同一队，照理来讲，应该真好去啊。但是即个人甲阵吼已经四十几岁啊，抑佫咧拍球。但是毋是因为伊爱拍球，是因为伊爱拍球叫钱汤呀。因为开始吼。 开胸胸啊啦，啊所以好加伊替他來保持了袂歹，所以加即麻吼，伊抑够咧拍球拍球，靠这加即麻抑够力趁钱安尼啦。但是姚明无共款，姚明诚聪明，吼、喔，伊将伊拍球趁的钱吼、喔，伊拢捡起来。所以你对即个福利就看得讲吼，咱比较比较东方的,的民族，甲西方的民族，吼，完全理财观无共款。因是有一线开一线啊，啊咱是较贤捡，所以姚明吼、喔，伊就讲我老的时阵吼、喔。 我五万公不但我家己有，我还可以回馈社会，還可会当做善事，所以伊就比较靠这种观念。所以伊将伊个薪水吼拢捡起来，所以拍几年了后呢，伊登去上海，怎啊将伊以前伫上海拍球迄个球队全啊买起来，家己做球队个头家，搁再来，拄好伊有蛮好运啦、啊，因为伊迄个年代吼，拄好是规个中国个经济吼开始要起飞，吼、哦。 所以呢，人报纸有甲刊出来，讲伊投资股票吼、哦，投资花侪钱，我是唔知道啦。但是我刚才知影讲，伊到二零一零年的时候，伊的股票吼，多迄年吼，股票狂飙嘛，啊爱多是金融风暴时阵去买嘛，啊买了后开始起嘛，讲伊的股票吼，赚九十倍啦，九十倍啦，足惊人个、欸、咧，足惊人个、欸、咧，唔是赚九倍哦、喔，唔是十倍哦、喔，是九十倍哦、喔，诶、欸。 一,、喔一,喔一喔、万几米哦，一万几米哦，变九十万，趁偌济钱你知无？所以，杂志特别都看出来，讲安尼即个人吼、喔，真正足够理财。伊阿个投资足多啦，投资房地产，投资这，投资彼，敢若股票，伊都趁九十八。所以，伊就受一个观念，讲咱趁少年，会趁咱先趁起来扛，毋是趁起来开哦，趁起来扛，为咱个叫做养老基金、退休基金。安尼咱老个时阵，咱个生活品质。 食好，咱食甲老的时阵，咱唔免靠别人，咱靠家己。不但靠家己，咱身体有剩，搁摕来分人。我就呢，这个观念才是一个真正健康嘅观念，今日甲大家分享。我们大家拢准备好势，吼，做一个有钱的老人。 我是一只蛇，会对我讲话，讲我有罪。哈！哎呦，犯罪！咱这只蛇着缩家。但但但但但是，有甚物罪啊？哼！陆阿姨啊，嘿，哦、哎，你拢听无呢？我就是跟你讲。 你的心中有一只嗯，这只蛇会跟你讲话，会引诱你去做一挂上帝不欢喜的代志。所以我就跟你问三个问题：哦，讲你敢有,有？诶，我袂讲白差，我嘛袂问到别人，我嘛袂批评别人。嗯，你就当无声音啊。对啊。啊，我即马我讲问你。好啊，来呀。啊，无咧惊你啊啦。你讲你心中无这只蛇，安我问你啦吼。哦 你真正，你这一生的中间，你从来你唔怕骄傲吗？骄傲？骄傲？干嘛家己上傲？无？无？無無我跟你讲，这世人哦，我上谦虚啊！我哪有可能会骄傲呢？参照我，这么有才调，这么有内涵，这么有聪明，有智慧，有下人个高比啊！我哪有可能会骄傲呢？我跟你讲嘛，我够有骄傲，有人跟我比，啥人没跟我比？啥人没跟我比？那我法跟我比了。你是种人，神公。 根本你就唔免教我得着，因为全世界你上好，对啊，你第一名，对，冇人能甲你比，叫我第一名。所以这种人你冇需要教我。好，安尼我问你，真正你将来你唔捌贪心鬼吗？贪心？贪心？那讲较济吼，嗯，我都要讲啊。你去问咱厝边隔壁，行啊头行啊尾，探听一下，哇，去买迄个什么？咱的乐透？哦，哇，是为了做公益的。 我安尼一摆买落了几啊十万呢？我甘咪是为了要去钓迄个土墙？我甘是，我甘是贪？甘为了钓土墙？哎，你你落十万，迄、欸欸、不是拢包白债？我做你有遮这哦、喔？哎、欸，钓、啊、<好>你甘唔钓？甘唔钓奖？哎、欸，无啊，我为了做公益。好啦，卖卖卖，讲这两行啦，咱即要讲第三行。第三行，哦、我这世人唯一爱，只有一个人，哦、真心真意的爱，就是咱台铭。 啊！你敢知？你认为我是为着台明的钱吗？啊！如果讲我若为着台明才爱、啊、你。安尼唔是爱伊的钱，你要相信无？我我这么一个结论，嗯、我感觉你的心中并无一只蛇。嗯，我无蛇哈，我无蛇啊哈。 这只蛇就要代表你心中的意念吗？算什么呢你的心中那种的念头，就爱用这只蛇叫我做信仰啊啦！